啊，平安全家的回到台北的一路平安到家，天顶的父，我们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今日暗午，我们通来到去李罗布的厝，伫遮来举行啊，两个家庭、红营、甲宏源两个家庭、甲爸爸妈妈来遮啊过年，做完这个事也要为着欢迎一家，这个是要等于台北的罗亭的祈祷。 伫即个持续沟通一路走的时，互因两一路平安顺顺，转到你台北，公关教会求主你一路保守看顾，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好。